只有88是怎样？正面三个不铁是人七米五是美列正啊，正面的七米五首席是美列正。那个刀盾把他赶走，显示刀盾把他赶走，可能有 bug。那武将都不要死哦，武将不要死。刚刚有说要退回楼梯了。第二股的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。大盾不要往前，大盾不要往前，列阵列阵列阵好就好，不要动。你是辽东，不要往前。保枪兵，列阵保枪兵。集结作战，备战喽！估计我铁人快死光喽。先架补铁先，楼梯先架着，楼梯先架着。我武将撤了，我兵留在那边。啊，他们往补给靠，他们往补给靠。我死光喽。嗯，补给那边把补给那边把它架，补给架这。这边器械要人去控吗？这边放补给站。补给插件，有补给枪兵太多了，爆。补给那条路没架。这器械要有人控一下，没人控。有很多铁砂可以控。各一台五，这样过去人手各一台，过来轰一发，过来轰一发就好。用哪？两个人就控完全部了。一个人控两台，一个人控两台，你不要一直握着炮。一炮射完，他冷却的时候，你就不要，就先不要砍，你就可以，你就可以换一台开。楼梯下有人吗？楼梯下有人吗？补给楼梯。就现在是补给，他们现在补给，他们现在补给。他们投石，投石一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骑兵整。你们的枪兵列阵好就不要动，他们现在用骑兵冲。有看到一个骑兵在冲吗？进中扣走，进中平队扣走。没事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小盾先冲，小盾先冲，正面正面小盾，蹲下就不要动，蹲下就不要动了。穿了，对面枪兵少可以，附我的可以用骑兵。谁跟他们讲？我们可以战斗。他们在换兵哦，他们四个将换兵。上面其实有投油罐，要不要有用一下？罐没怎么用啦，打成十几名。骑兵来，骑兵来，正门骑兵来，正门骑兵来，看一下门上面的投油罐。小心投油罐。哦哦哦哦，那个砸下去的那个。就怕有没有掉到那个小门那边门口？有，刚刚好。对。有那个就怕吗？可以再帮我补一座吗？那个在复活点那里，流动回来一点，回哎，我这边没了，右侧楼梯，右侧楼梯，补给帮，补给帮，补给帮，这后面爆了，我先跟你讲，右侧楼梯补了，可能要爆了。左侧楼梯有点危险，左侧楼梯。扎克帮往楼梯，往楼梯那边。你现在兵不太够了，赶紧去换兵回来。19个备战哦，我正门进攻推掉了，我去换兵。这个边站可以打凶一点，怎么整住？现在不要换兵，现在不要换兵，打到死！现在不要换兵，打到死！没有，我进攻送掉了，我进攻送进去了。现在不要换兵，打到死！现在不要换兵，打到死！被打死一个，我打的还是不 OK。现在不要换兵，打到死！不要换兵，打到死！好，中央据点踩得好，这个帅，这个箭盾拖住他们，那个箭盾拖住他们。御风神拖住那个神话，御风。哎呀，踩到踩到踩下来，下来了，好往。好斩，把中央把本阵斩掉，把本阵的兵将斩掉。你要进来拉命回来，剑盾的要去啊！御风跟收网两个在那里拖住他们的。哦，好，收了 ，OK。里面要多久？他们没死多少人啊？他们没死多少人啊？先架盾，先架盾，现在往下，左边的往我打出去，左边的往下，左边的往下打，然后右边的往打补给，右边打补给，从上面跳下去。右边一个人从墙上、桥上、墙上跳下去，补给就卡着了。骑马跳下去，老司机跳下去。补给在那边的，不要给他们补给。可以往下，可以往下，往下推。正面的往下，正面的往下。往下推，打凶一点，枪兵往前哦，有骑兵哦，两队骑兵。
我们伏击打出来哦。伏击看能不能往本阵的方向，往中央方向。伏击等兵走。啊，我跟短剑往中央打了。没事，我撞大大地，我撞大地。啊，有人踩他们补给，在断补。好死了。然后谁插手往下？希尔古德，你往下走，你出去走，打出去。希尔古德打出去。这边只有两队人。哎，赶快下来中央哦！我在中央砍呢。我中央拖走，中央拖走。打退了，打退了。来，你有冲锋吗 ？OK。没有，我现在是那个野蛮人，然后一样正门跟破口架枪兵。大将，你们里面的敌人剩多少？一分十秒。大家，你准备可能要安排一下。对，中央踩了来吗？踩了吗？踩着，正在即将占据。好 ，OK， 备战全部给我推出来，全部 go go， 备战可以退了，备战可以退了，备战可以退了。现在里面是不是有15个人？满的吗？我们是满的，满的，对对对。还有两个备战，备战全部推出来，然后帮我DC 帮我跳Sora那里。你要现在跳，现在太快了。不会啊，9:07的呢。一分钟的话，他们踩一定踩不下，然后应该会有 NPC 会帮卡这一场。要是这个 NPC 没卡 bug 的话，基本上这种赛是稳的。哎，各位马尔队的弟兄，先说一下，等一下开会结束，麻烦回来队伍频道，我有录影，我有些东西给你们看，啊，对，跳上去，是啊，对，跳上去。飞战全部跳Sora那里，飞战全部跳Sora那里，然后圣罗赛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好。